这真是我憋不住啊，这荒郊野外的，这不有人。哎，美女啊。对啊。啊，我问一下子，你知道哪块能排便吗？排便。啊。咋的？厕所。那拉屎啊。啊。那就说拉屎呗。那你上车吧，我给你找找吧。我找找，我憋不住了，麻烦你了啊！上车吧。这大冬天找不着厕所，闹的。啊，美女，不好意思啊，确实有点憋不住。你就说呗，你说还整个大事。嗯。你就瞅吧，我给你找找。哪儿啊？打开屏幕。瞅我干啥？我问你，啥玩意儿啊？听歌呢，带着歌词儿。是他听歌呢。还能看 MV， 是不行，这设备挺好的，是吧？这能点歌啊？咋不能点歌呢？哇，这么多，这歌曲在线更新呢？在线更新呢？啊，在线更新，是不是挺好？这玩意儿不是你老妹儿，我憋不住了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打开导航。什么？你为您打开导航。你好，小白白。你好，小白白。您好。啥玩意儿？我要去附近的公共厕所。这问他就行。找到八个厕所，找着了都。你要去哪一个？去这个吧，这个最近，这个。500米，问问他就能给找厕所、啊、这想去哪儿都能跟他说呀。直接说就走了，直接导航走了。啊，这没多远啊。没多远，去吧。行驶到牛街，按照他往哪块拐都告诉你。那探头啥？哪块有拍照啥？他说呀。有拍照说呀。哎呦我的妈，这小老妹儿你这设备行啊？这还行呢。啊。妈，打开流媒体。啥玩意儿啊？我看你是没见过啥，让你全看看，看不上。啥打开流媒体？啥意思？这不后面吗？对呀、啊。那视野怎么前面也能看着？对呀、啊、能录像啊，这玩意儿啊。这玩意儿不止录像，我人不坐车上啊，谁碰车能告诉我？哎呀妈呀，这你这玩意儿行啊？嗯呐，是不行。哎呀，这视野啊，你在家用手机也能观看呢？能啊，能看呢。老妹儿，你能送大哥一轱辘吗？我这真是憋不住了。拉不动了、啊、整不住憋不住了，送你轱辘吧，谢谢你老妹儿啊。不是这玩意儿，那我研究研究吧。你这玩意儿2000多块钱卖给我一个吧，700块钱啊，700块钱。那流量呢？带着流量也有啊。那你开播呀？我开播。那我关注你了，老妹儿。关注我，送你轱辘啊。那谢谢老妹儿啊，快拉不动了，怕拉车呀。嗯，那不怎么